上来了，
更多。
说这个不可以。他给我发消息，他当时就受害
要找那女的。你真的被咬过我吗？我上次你被咬着咬了，对吧？你忘了吗？在这个阿迪卖鞋子的门口儿，兄弟。
Thank you.
他得个二十多岁。我留情拼，你看我们班那个手，左手啊，就是打拍照的，左手这样。你拿那个左手来，我怎么找到左手？他好大，我刚刚在那里。我看是他的名字。好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哎，你这个相机，后面有看到了。快点，哎呀，他又站到这边来了。拍照。好了。哎，没有。我说你自己拿了。哎。哎。哎。拿你手。哎。好。拿你手机。好看。拍到了。这。你叫什么？哦，怪不得这么大块头，战斗民族，这个属于中大熊猫还是大熊猫？大熊猫，大熊猫，哦，是中大熊，这个是大熊。几岁了？哦，正年轻，一岁半就这么大了，嗯，正年轻。带鱼不带
个批评。有点像气候啊，从这一块运过去的，从长江运到重庆，然后再运到那个咱们的新疆啊，新疆那边的中亚，再到中东啊，到欧洲，这边茶叶都是从这儿运的，最后就是万里长江。像我们湖北的宜昌，还有那个哪儿，那也是。
我说一说孩子，我这么疼你，我现在感动。太阴光了，他妈守不动。
像也不像啊。那鸡在这里了。好了，我都想去坐下那个什么。就是看那个我们的。